现在要接一条大约三米的，然后有绞线的电输出电源线。另外这一条是 Remote Sensing 的线，接到副材输入端。然后我们使用的是 Channel 3，它的输出设定是 3.3V，然后电流是设定5A。那这一条是要量测输出端的讯号，它有一个震荡频率约 10K， 然后振幅大概是 400mV。它的频率比那个高于 10K， 然后振幅大概是 300mV。有一个输出的量测电压有一个大约18K， 然后振幅约500mV的杂讯。设定 3.3V 7.35A， 然后启动以上线程功能。那由示波器量测到的波形看不出有震荡的情形发生。
换成8米之后一样是没有震荡情形发生。